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。我们站着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失败，发言被否，甚于熬夜写出的几千字文件不通过，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无需否认自己的能力。只是在下一次举起手中国家牌时，让自己坚持的原则比磐石还坚硬。海贼王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我不是天生的王者，但我骨子里流淌着不让我低头的血液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座冰冻已久的冰山，它抱了温暖的感觉，所以一直很木讷。突然之间，那座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缝隙，让阳光照了进来，倾泻而下，都是金灿灿的颜色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是青春的颜色。磨练与你是什么？大概是放不下的执念吧。我在这个地方拥有了美好或不美好的回忆，学会了有用或没有用的技能和知识，认识了值得或不值得的人。但如果时光倒流，我仍然愿意以一腔孤勇赴不朽之约。会场路1.1公里，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。